他可以探，你可以假如那有垃圾，你可以遥控过去。他是有遥控功能，手机遥控、远程遥控功能。我看一下我家啊，我看我家，兄弟们，这个你看，有些人在我家了，耶、yeah! ，我还可以遥控。Yeah!遥控，我还能看到我媳妇在干嘛，我知道你买这个就看我媳妇在干嘛，你带在家，哦不不，哦你买这个是干嘛呢？我买这个就看我媳妇每天那个啥。哦你监控你媳妇？谁？别胡说了嘛，大杨哥买个机器人监控他媳妇。你真啊？你不监控？没有，不是这意思，兄弟们，我不是监控他，我是看着他啊，不是，我是。跑怎么跑的？那，兄弟，这有一个，你可以设置一下，这有个功能，你看就可以跑了。你可以让他走，往前走。哦，他还没出来，还没开始工作。啊，工作了，出来了。啊，往前跑，这是可以自动，我有在家里面可以看。在跑吗？完了，那不跑了。你这网太差了。哎，跑了，跑得比较慢。他要先把周围情况熟悉一下，啊。哎呀，兄弟们呐！好看，这个搞一个扫地机器人在家监控他媳妇儿，是他的房子啊。看这边，这边是我家电视，往前走，看，这还可以在家还可以玩，兄弟们，你一个人在外面出差了，你可以看你媳妇在家干嘛？啊，看我媳妇儿，我找一下我媳妇儿啊。怎么样？别急，我找我媳妇儿，他可以叫，我可以叫我媳妇儿，我让叫我媳妇儿出来啊。可以喊声音的，可以打电话，看通电话。兄弟，我跟你说啊，我那天买了个6990的扫地机器人，还让我安装上下水，然后呢买回家不能用，他说你这个没有安装上下水，因为他要自动清洗，他给我气死了。开玩笑，我怎么可能监控我媳妇？开玩笑的，我能干成这事儿吗？兄弟们，这就是他家，看一下我媳妇在干嘛？这就是他不用安装上下水直接在里面。看到没？啊！啊！我看到我妈了，看到没有，兄弟？我妈在吃饭了，走，我去叫喊我妈。别被你妈，别把你妈吓晕了。不会，看我妈在了，我妈在吃饭。我可以打电话给我妈。这不是你妈，是你岳母吧？这也叫妈吗？妈！妈听不见啊？兄弟，不会叫的啊，你看我妈吃饭了。好，兄弟们看他不会掉啊，不会掉的啊，看到没？多少钱啊？今天在翔哥直播间，25年，科沃斯他25年专做扫地机器人，服务全球2500多万家家庭，啊，远程看家，然后还可以接打电话，远程看家，然后呢是套10，来过来，你们两家现在卖多少钱？3299。哎，他在直播，兄弟们看啊，给兄弟们看啊，看来他正在直播了、啊，正在直播卖啊，来看啊，他们科沃斯抖音在直播，我们赶开啊，正在卖多少钱？看好了啊，3299，卖多少台？我的妈，跟他评价，到底多少钱？这兄弟们看啊，这兄弟们，他这已经卖了上千台了，618的价格，618的价格，兄弟们看啊，他们店铺正在卖3299，看到没？价格。正在卖啊，正在直播间卖，科沃斯，小杨哥直播间2499，上车！哎，给你加一个拖布，两个拖布，三个，四个，再给大家来个叫清洁液，叫科沃斯专用清洁剂，样品，上车！这不还有桶？兄弟们，自动烘干拖布，自动充电。它可以自动回基地，没电了自动跑。我说兄弟啊，等你用上机器人，你就知道这玩意有多好用了。对，解放双手啊！还有这个，有人担心边角，实现边角深度清洁，它边角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家的边角啊，它就硬撞。我的妈！兄弟，你看商品评价都473了，看到没？它这个3299，兄弟们，今天小哥直接破价2499，上车，2000台了。跑，要掉下来，兄弟们，他要掉下来就搞2000台1块钱。来，售后兄弟们，科沃斯两年质保，主机、电机、电池、基站，两千单了。行业1年，这个是普通的啊，这是我们今天直播间的，是2年。记住了，这个买回去不要搞上下水，什么安装那个下水道安进去插电的，不用安装。啊，我买了一个6999的，直接这里面装就可以了。我不说什么牌子了，5月15号交易的，啊，随便截图，多少钱看啊？
这个不给看。6799，看到没？6799，结果了，回头要装。有人说怎么没有看到媳妇儿？我媳妇今天不在家。哎，你媳妇儿不在家？我媳妇应该出去玩了，出去玩去了。要不然我就给大家看看大家嫂在干嘛了。无钱呆了，兄弟们！好，来吧，返回。你看兄弟们，这个是真好用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，我前天选完这个品的时候，这个价格我就买了2台，给我老家放一台，便宜。兄弟们，我们还不需要。20天前就看了，我已经在家里用了差不多十几天了。提示了，是吧？是吧？提示了吧？给我掉，兄弟们，我提个示，给我掉20万人。这个，你看谁不讲什么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谁知道谁讲？你们三个做什么动作了？没有动，抱他家。我讲什么了，兄弟们？我讲什么了？给我提示啊！谁的错，兄弟们？谁的错？乔妹唱歌，兄弟，我要重开一下，重开一下，乔妹唱首歌了。啊！我去买3000多，兄弟，你去买3000多的呀、啊？鱼竿是吧？鱼竿。你放心吧，我今天2499，我有这个性价比的，还可以导，可以，它可以，它有摄像头的，你可以在家用手机看，知道不？然后它不用，可以遥控当遥控车洒水的，就可以当遥控车玩。刚才大杨哥已经给兄弟们看了，给兄弟们看一下，给兄弟们看一下，给兄弟们看一下，那个手机呢？快点快点啊，你可以地看你家里面小孩在干啥。那、啊、兄弟们还有张，刚才有个兄弟说能不能带个猫，看一下。兄弟，你家猫实际行不行？能带，能带个猫。哪有那么重的猫啊，能不能带？带开动，看能不能带猫。完了压死了。还要先探测。先探测一下好，不行。哦，你家猫有的玩了，兄弟。猫没死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，兄弟们？我要买3000多的。兄弟们，这个日常价就是3000多的。兄弟，我这砍下来了，兄弟。他们店铺拿我看，兄弟啊，这就是3000多的。你想买贵的行的，我这个就是那个贵的。我的妈！他们好多人，兄弟啊，他们这个卖3290是给我同款。他们店铺正在卖3299，跟我是同款，懂不懂？你们带狗，我这个也是，我这个打下来了，我卖2490，就是他们现在卖的3299的呀。兄弟，你家的狗重是吧？只有在4平的。再来一斤，那别再放，8000单了，我20斤了。啊，哎呦，那也行了，20斤了，看他不掉啊，是不是？他有，他这个有那个叫什么？探头的，对，它前面有摄像头，这20斤行吗？你家狗它不会掉下来要什么？下右左下是。我家狗是藏獒，我的妈！它是有传感器的，不会掉下来的。啊，你看，有传感器的，它有摄像头，兄弟，这个是关键啊！你在家都可以玩的，你不在家了，你在外地用手机导航，用手机看家里面在干啥。来，给兄弟们看一下，兄弟们看一下啊，你在哪里？这大哥家，看一下进入视频管家的一个软件了、啊。多少单？然后。按一下我这个密码，别急，兄弟，按下密码，然后就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一下。然后如果让他出来的时候，你看这里有一个，这什么？等一下。好，那马上他先检测一下周围环境就可以。哎，你看，这是我哥家，看到没有？出来了。他可以，大杨哥可以。监控他媳妇在家干啥？哎，我怎么监控他媳妇？你别胡说！他就是监控他媳妇。不是，我只是有时候出去钓鱼，我一大早出去钓鱼，我看我媳妇有没有睡着，他醒了我就跑回来了。你这个人扫到你媳妇床，你给我扫过看看。扫了你看，我给你啊，我媳妇床啊，扫到他监控里呀、啊，看，质保2年，啊，全国联保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2个包裹发货，你看可以导航，你看到没？啊，他可以监控他家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软件在哪儿、啊、我都没找不到了。它在移动啊，动啊，在那移动，这是它自己在移动，它自己在动。可以定时打扫吗？动了吗？动了吗？可以定时打扫，还可以打电话，还可以家里面打电话，兄弟们。嘴哥上去才拍。是的，嘴哥上去才拍啊。是这个。嗯，好，可以了。
你按下这个就可以了，按下这个键就可以了。兄弟们啊，八点，马上，还差十分钟，张柏芝就来了，不要紧张啊！我又返回鸡蛋了呢，我这。啊，老魏已经到了，兄弟们放心吧，他往前冲，多少单了？一万单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呀，这个老妹儿真好，还把这老妹儿送给我吧。好，兄弟，可以了，行不行？他检测好了，你就可以带他跑了，往前跑。我看我媳妇儿，我看一下这个啊。行。你看他吓的，行不行？这是，你看这是吓的，兄弟们，全身在抖啊，真怕掉下来赔了2000块钱啊！我的妈！哪是2000，200万。兄弟们，还有十分钟，张柏芝要来了，兄弟们啊，咱们做好准备。我看到星星了，我看到他女儿了。兄弟们看，兄弟们看一下啊！哎呀，我妈跑了，一万单的老麦什么反应？一会儿再给你反一下啊！一会儿你先别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这个技术真好用，卖了86万台，卖了86万台，多少钱卖的？对，全球卖了86万台，这个是全球。哎呀，兄弟们看看，他们直播间也在卖，多少钱？3299！哎呦我的妈！好看啊！今天给小航哥。我们价格2499，比他们便宜600块吧？我们便宜800块。800块啊！